小心笑话一。爸爸，爸爸，昨天晚上我梦见您了。您最近不是失业了吗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我老是担心家里没钱花了，肯定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啊。你梦见我什么了？我梦见您穿着脏衣服，在街上走着。这时你拿着个破碗。对我说："小兄弟施舍点吧，现在工作真不好找啊。"